这个时候，屈中恒站过去的话，太和。团长，团长，好和。哎，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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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和。经纪人，就好像好像经纪人，跳舞啊。你刚刚那样叫做，哎呦，哎呦，四位，哇塞，青春洋溢，双脚街舞嘞，往后再点呢。来，往后一小步，来，OK，好，过来一小步，来，好。OK， 来，林家会馆啊，是哦，来自我介绍，预备，请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莎拉。莎拉，我是呆呆，我叫宝宝。OK， 宝宝，麦克风借一下。啊，你叫？我叫子慈。OK， 别字。哇，你们是哪里人？对，高雄人。也是高雄人。有没有不是高雄的？ 高雄，都是高雄人，很好。怎么可以一般高呢？为什么可以到这种？你们是有身高限制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来刚刚好。这都是缘分，这个时候屈中恒站过去的话，太和。团长，团长，好和。哎，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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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和。经纪人。 就好像经纪人，好，跳舞啊！你刚刚那样叫做，感觉是，对啊，跳舞。OK，莎拉，其实家人蛮反对你参加这个。刚开始为什么？可能觉得环境太复杂了。怎么会呢？可能他们的观感就是太复杂。哦，以前以前呐，比较传统的想法，旧观念是这样哦。 那你们做这个庙会的表演多久了？做半年。半年。半年。宝宝嘞？我做两年了。哎呦，你老一辈的哦。呆呆两年。快了。快了两年。莎拉。一年多。一年多啊！你哦，你雄又气哦，要水哦，又气啊！哎，此时是什么？酒嗓哦，平常喜欢喝两杯吧？啊？他声音比较特别，他就是这样。对啊。那你们有接这个歌唱吗？还是纯跳舞？这种声音。 多正，肯定有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唱伍佰的《黄小琥接班人》，黄小琥，那你应该蛮喜欢林秀琴哦。我比较喜欢黄小琥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是不是？小琥，小琥，小琥，好 ，OK， 呆呆曾经有人送过你一大束的玫瑰花，没有，是送我们里面一起的，就是在台上有没有？送你们这个团体这样一起啊，就是可能上来就太开心太嗨了，嗯，然后就是一大束玫瑰花，是，然后让你们 share， 还有什么玩偶，就是可能那种，因为庙会嘛，那种地方就很多小吃啊，然后路边摊，然后可能设备不知道有什么玩偶，然后就给我们，就直接送给你们，对，丢玩偶上来，对啊，哎呦，没啊，没有丢啦，拿上来，拿上来，对对，献花之类的，嗯，你们团员就四位嘛。 总共几位？七位。七位。那另外三位今天没有，就刚好，因为我们四个。哦，跟另外三个不合。没呀。哎，我们四个就卖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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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听。我们自己去，我们自己去台北玩。买啊，都买。国光帮，没有买票，都买了。一个是买往屏东，他们买台北。那这样想着，怎么屏东？那三个比较高了，对对对，跟他们不一样，一般高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们的表演。可以。 来，帮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点啊！来，掌声鼓励。
gentlemen.我喜欢穿细肩带的衣服，因为它就是穿脱啊都很方便。哦，他刚示范，方便，对，真有诚意，有示范，可以再示范一次吗？对啊，因为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啊，对，都可以。有没有办法示范两边？两边。很方便，因为你这样一拉，它就掉下来了。等一下，小钟已经呆掉了。你们三个真的是王八蛋，三个他掉，你懂啥？我们被勾走。我的老天爷！可是你这个质感应该蛮舒服的。对，因为我喜欢穿有点，它会有点冰冰凉凉，然后因为它，因为我不喜欢穿蕾丝，它丝绸感觉的那种。对，我喜欢穿这种，就是很舒服，然后又真的。兼实用性，因为如果男朋友要抱啊，或是他要伸进来，这么细，伸进来，伸进来都很方便。哇，伸进什么东西伸进去？随便你，随便你。温暖的，有体温的东西啦。请问一下，你选睡衣，你最讲究什么？就是像我刚刚说的，我就是不要有裤子的。但因为我这件事只穿上衣，那我平常也喜欢穿那种，就是下面是可能是短短的裙子。就是有点长的，然后短短，有点若隐若现。哦，就连身的吗？对，连身的，就类似也是这种。你现在这个裤子再长一点。对，就大概这样。这个叫，哎呦喂，我天哪，很多东西。因为它这样也很方便，就可以撩起来。你这样拿柜子上面的东西哦，好危险的。为什么要拿柜子？这个是什么料？这是有点算丝绸，对不对？对，丝绸，有点会冰冰凉凉的，很舒服。蚕丝被那，我喜欢这种。这个抱你的人也会很舒服，对，就算你不脱掉，抱起来也很舒服。这样，而且又是肤色。你阿公也穿这个，我阿公也是喜欢穿这种丝。你阿公也穿细肩带？没有，穿细肩带，正常纽扣，但是这种丝。哦，那种飘飘的，但是要注意这种富贵人家穿的那个随意。上海人，对，十里洋场八点档的有没有？对，老爷你怎么醒了？